在是互联网时代，各种新鲜事层出不穷。有人为了博眼球、获取关注，制作了一些看起来十分正义的视频发在网络上。大哥带你惩恶扬善、以暴制暴的视频充满伪正义。在镜头中，首先出现的是一群坐在车上的人，他们声称接到某位网友的求救，因为该网友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，于是带头大哥决定出手帮助这位网友。镜头一切就到了目的地，不出意外的看到了有人被欺负的画面，有老奶奶被豪车车主侮辱的，也有人被混混勒索的，而这群正义人士刚好出现，而且解决的问题都是十分暴力的，不是砸车就是打人，然后带着受害者潇洒地离开了现场。视频最后还会写上几句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的文字。其实稍有用心的人都知道视频是摆拍的，但下面的评论依然让人揪心，不少人支持这类以暴制暴的方式。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是假的还愿意支持呢？看看这个社会的现态，大家心里也都明白了吧。